演唱会什么特别桥段可以稍微透露一下，有吗？演唱会的桥段呢，我想呢，这个当然我们刚刚讲过，特别嘉宾啊，是我的偶像师兄周华健先生哦，他不但人很幽默哦，风趣又很好相处啊，也很照顾我这个师弟啊。那我一开口邀请，他没有第二句话，直接先答应，都还没问经纪人有没有时间，他就直接先答应哦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哦，那当然啦，华健哥的歌太多经典啊，哦，我们会选哦大家喜欢的歌来跟他做这个交流。那。